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志鹏。我今天咧为大家介绍我的两本新书，第一本咧系《香港中式长衫和裙褂制作技艺》，第二本咧系《港式奶茶制作技艺》。顾名思义，两本书都是讲佢点样制作嘅。咁长衫同裙褂呢本书咧，就系讲长衫点样喺香港咧系变成一个时装，同埋裙褂点样喺香港咧系一路成全，然后咧系发扬光大嘅。咁至於奶茶方面咧，咁大家可能好關心，因為日日都飲奶茶。咁我哋會講咩呢？就係我哋走訪咗啲唔同嘅奶茶檔啦、奶茶師傅啦、就金茶王等等，去講講奶茶究竟係發源於邊度，同埋點解係變成香港嘅一個飲食嘅特色咧？咁當中當然有奶茶嗰個沖泡嘅過程啦。咁可以話咧係即係各施各法，但係咧都係叫做港式奶茶。咁所以兩本書咧，都是讲香港两个非常重要的非遗项目，而我们的重点呢，就是这个非遗项目究竟的内容是怎样，譬如长衫是怎样缝的纸样啊，各等东西，裙褂是怎样钉的珠片，奶茶怎样沟茶，茶先啊定是奶先，要不要热呢定是冻一点，诸如此类，什么都有的。所以希望呢读者是关注这两本书。多谢。